什么啊？这个蚯蚓盖饭呐，等一下我看这个会很想吐。吃到我屁啊！哇，我手很近哦。这舌头可以感受到它的形状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像一只蚯蚓。第二就是鱼肠嘛，就是内脏嘛，内脏的味道。爆开就是内脏的味道。所以呢，形状不好，味道也不好。 还可以啦，有惊悚到吧？还可以啦。我跟你说，我没有想象那么弱，好不好？你惨了，好像有一点大哎。那我现在来更惊悚的。这看起来还好哎。哪里是吃过食物了？虽然我好像没吃过食物鱼饭。你没吃过食物鱼饭？哎，这个很贵哎，很贵啊。对啊，没有钱吃啊。我忘记了，你偶像失业好不好？我吃土，你忘记了？哎，你既然土都吃过了，那我等等拿一个更惊悚的，你觉得 OK？ 一二三，对，听到吗？这什么啊？什么啊？看看蚯蚓盖饭呐！等一下，我看这个会很想吐哎！我真的不行，我跟你说我舌啊蚯蚓啊那种，你的蟹蜴长长的不行，我不行。那如果你男朋友也蟹蜴长长，那不行。喂，那你这样讲，我是手指头，手指头，你有看出来他是哪一个部位吗？肠是之类的。好，这个是鱼肠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种东西真的是不能亵玩焉。我不能。 我吃不下去哦，这块是真的，可是听说超好吃的。可是这个要怎么吃啊？对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，哎呀，有没有像我刚刚描述的那个画面？就是你把那个土翻开，然后有一坨蚯蚓在那边蠕动。你不要这样，这个是食物。Oh my god！ 加薪水都不给加主持人的薪水吗？谁准你家的鱼肠上面？不然我们互惠好了啦。我帮你挖，然后你帮我挖，我们感情应该还不错吧？还不错啊，就是要看怎么对对方啊。反正如果你对我不好，我就报复在你妹身上。我先挖，哦，报复在我妹身上。可以可以。啊，你们两姐妹到底感情有多不好？我刚一听到，马上眼睛发亮了。可以可以。我给你先饭嘛，饭感觉很好吃。 饭里面藏一只蚯蚓，然后再加一只蚯蚓，再加一只蚯蚓，再加一只蚯蚓。好，换你，换我帮你。你给我这么多饭，那是因为你需要减肥，你不要吃什么饭？我们刚才吃。你吃很多蚯蚓，怎么样啊？很澎湃吧？那里面有含很多那个丰富的蛋白质。哦，吃这个好了。剪刀手布。好，哎，赢的选。剪刀手布，剪刀手布。 五六七八，鱼肠啊鱼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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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知道，那是对吧？你要想，以前是你比你妹红，现在你妹比你红一点。然后你吃完这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对，你就比你妹红。好吃啊，赚的比他多。吃啊，但是这个我屁啊！ 在哪？对，哇，我手更近哦，这是舌头可以感受到它的形状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像一只蚯蚓。第二就是鱼肠嘛，就是内脏嘛，内脏的味道，爆开就是内脏的味道，所以呢，形状不好。 味道也不好，这到底谁在点啊？对啊，老板都行。
老板他讲的，他叫陈思雅。你是不是想逃？你是不是想逃过？没有啊，我赢了不是吗？哎，这个也要吃啊。没有，这个是输家的第二个。赢家可以吃台南的虱目鱼饭。哦，好美味哦！这个鱼刺呢已经都拿掉，而且你们看它满满的鱼肉。再来是啊，虱目鱼它已经有先用卤汁处理过了，所以你在吃的时候，虱目鱼已经有很浓很浓的这个酱味，然后跟它的鱼香。鱼肠啊，你有用卤汁先处理过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我真的不行。那你吃的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半桶。一起一起。好啦，我好像可以这样试试看。嗯。嗯，我觉得这有一点点像那个我们上次吃鲍鱼，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好像是它的内脏的部分，吃起来其实很像，然后化开那个绵绵的感觉。上次跟我去吃鲍鱼的是不是思雅还是我？鲍鱼这种事情我还没轮到我过，命真的有差呢。哎，我在那边吃蚯蚓，我在里面吃鲍鱼，吃鲍鱼啊，海胆啊。阿里甲贼，我在那边吃土。我觉得如果喜欢虱目鱼，或者是蛮喜欢海鲜的味道的时候，他会蛮喜欢，处理的蛮好，因为它也不是腥，它就是原本那个内脏的感觉，内脏的味道。啊，你要不要吃吃看这个？我不要。哎，那我给你钱，你给我钱。这一块多少你会吃？哎，怎么越来越变越少啊？啊，你少少在那边，少在那边。这样多少你会吃？五千块。嗯，五千块你就会吃这个？为了我的房贷。啊？那你先拿着，你房贷还差很多吗？我房贷差很多啊，我准备好了。这多少？一张。你还有包租婆这样？三张。包租婆婆的感觉。我再加500给你。好啊，你现在大尾啦，真的，你有钱了是不是？要啊，给我喂，没有做成这个效果，没有在做效果啦，还不是为了那几个臭钱。哇，好苦啊！我摘。你赶快呼吁一下，大家，你看我们吃的这么辛苦，这个北部的酷寿食物应该是我们霸主了吧？在这边呢，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，我觉得这个鱼肠饭啊，鱼的内脏，这是要看个人喜好。嗯，有些人很喜欢吃内脏，因为我们刚刚其实，在拍的时候，我是有听到后面有真的是有客人点，他是真的喜欢吃。那如果平常没有在接触这一类的食物，或者是不敢吃内脏的朋友，对，这个就会比较排斥一点点。那你觉得这集的酷手食物怎么样嘞？啊，如果想要挑战来看看，欢迎试试看，然后自己来试试看，写心得跟我们讲，你觉得鱼肠饭如何？好不好？